去年年底，这个目前卖108万，109万。四个电机，对，可以自己的泊车。您可以看到它的最高的浮水高度呢，可以达到1米。以及您可以从它的前面可以看得出呢，它采用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顶的一个设计理念。以及您可以看到它的标志呢，采用的是甲骨文闪电的电子，也是非常有寓意的。前面是那个顶字，这个灯光那个结构是一个顶，作为顶的一个中国元素。看到前方这个视频中正在播放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立体浮水，是我们的圆柱状球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丝方以及圆面的浮冰的一个累积，在我们的2018上所体现。好，那我们一起。它可能四个中间有电机，有电机，它可以让汽车。
室，内室呢也是大部分采用的是我们的一个健身房的一个设计理念。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扶手呢，采用的是我们的一个杠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及它这边呢有一个我们琴弦和我们音乐呢进行一些交织互融。这个算经济实用型的，经济实用型的。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现在年轻人多少钱？19,800。后面。这边是我们现在目前年轻人首款的这个整体的设计也是海豚的设计，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内饰呢也是大部分采用到我们的海洋海豚的设计理念，包括它的这样的两色彩的数量。这个收藏范围是在不好意思啊，你等下介绍的时候可以稍微站侧边一点，因为很多媒体要。后面小心。小心。排位是24嘛？分开两边，分开两边。不是，不要挡着中间大屏幕，往柱子，行，了解。即将开始。好。尊敬的各位宾客，往后，不要超过我，往后。来，那柱子这一侧。但这些地球数十亿年积累起来的化石能量还能支撑多久呢？石油50年，天然气65年，煤炭200年，即使是核电的油矿也不超过100年。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在哪里？人们把钻探地球的目光投向了天空，阳光是万物。这边吗？到这边。对，可以。好了，肚子后面。没事了。我们将展区分为集团介绍展区、森林园区、公共展区和轨道交通滞留展区。前方我们这边即将所前往的是我们集团介绍展区。请问是往后面的吗？对吗？小心。好，扶着你。大家一起来。左后方。左后方。行。进行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后面。这是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强硬感召下，来自下海创业，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追逐梦想与职务连成了比亚迪。
1996年，比亚迪进入锂离子电池行业，最高时全球每三部手机中的锂电池就一块来自于比亚迪。1998年，比亚迪在荷兰鹿特丹成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欧洲分公司。2000年，这是比亚迪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比亚迪在深圳葵冲建了属于自己第一个公寓园——葵冲公寓园。告别外租厂房的历史，凭借着专业的生产线供应和配套服务，成为了当时通讯巨头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离子电池供应商。2012年，比亚迪成为了诺基亚的第一个中国锂离子电池供应商。2003年，比亚迪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改名为比亚迪汽车。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所掌握的电池技术和汽车技术进行联动，开发新能源汽车，开发电动汽车，这是我们进入汽车行业的初衷。2005年，比亚迪首款汽车品牌 F3 上市。F3 是中国汽车品牌中首次跨入万辆俱乐部的单一车型。2010年，比亚迪与梅赛德斯奔驰合资成立了腾势品牌，它是将我们中国的三大核心技术——电池、电机、电控和奔驰的造车理念及安全技术的一次强强联合。2022年，陆续发布了 D9、N7、N8 等车型，为客户打造豪华出行的新世界。2011年，比亚迪回归 A 股，在深圳证券上市。2015年，发布了新能源车全产业加全市场战略。2016年，云轨全球首发。15年，耗资50亿打造的具有独立路权的立体智能交通系统，在比亚迪总部建成通车。2017年，全球首条商业化运营的云轨线路在银川花果园通车，这是中国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跨城市单轨线路。2020年，他们为什么在银川加建这个？但是我们那个花果园本身在银川，这个就是在银川开工。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比亚迪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代表，第一时间跨界远传口罩。当时口罩机买不到，比亚迪决定自己造。我们做到了3天出图纸，7天出设备，10天口罩下线，24天成为全球最大口罩生产商。口罩的日产量最高时达到了1亿只，是疫情前口罩生产量的5倍。在国内用，在国内全球，全球，在全球遍布了80个国家和地区。一天有1亿，一天最高是1亿只。对，比亚迪做的口罩跟别人做的口罩有什么不一样？符合我们医药的要求，符合国家标准。卫生部标准，还有国外美国的标准，我们除了美国、欧洲也是。2021年，比亚迪发布了1PINK3.0。1PINK3.0是比亚迪专门为纯电动车打造的专业化生产式品牌。基于1PINK3.0的基础上，2022年发布了 CCD 车身一体化技术，就是这一项技术简化了我们车身结构，对传统的车身呢进行了电动改造。在2022年的11月份，比亚迪的第3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了，在比亚迪总部平山所举行的，这是比亚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代表了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最佳特点。2023年，比亚迪发布了全新高端品牌仰望极个性化的一车。在去年的在上个月23号，比亚迪的第7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在通州工厂所举行的。这不仅是比亚迪又一里程碑，也代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缩影。2023年，比亚迪的全年销售已经达到320万辆，不仅是中国汽车品牌销售冠军，也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牌销售冠军。内销外销你比例怎么样？内销外销比例，内销是占了300万，占9%。创新为本，这是比亚迪的企业发展理念。截止到目前，
这样只有多少？我看到一个个数。我们现在桥上损伤应该是有240多块，在我们目前累计申请专利的已经超过4.8万项，已授权专利的超过3万项，那相当于在全球平均每个工作日申请32件。不开始，不开始，不开始，不开始。距离大大，距离大大也不走。专利可能保护。你所看这面墙所代表的就是比亚迪，就是创新。而前方的国家发展后排，后排，后排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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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你所看到的金杯工匠。就是依靠这样的匠心品质，铸就百千信赖的品牌，成为客户信赖的伙伴，将比亚迪发展成为百年老店。比亚迪通过多年来的产品和技术的大量投发研入，截止到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总销量已经超过7万台。前方所向您展示的就是比亚迪的品牌矩阵，它是由四大品牌五大网络销售。四大品牌呢，主要指的是比亚迪汽车、腾势、仰望、欧神豹等品牌矩阵。我们塑造了从家用到豪华，从大众到个性化的全场景。接下来前往的是我们新能源车之屋展区。往哪？往哪？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因为我们很多业务跟台湾的，前方所展示的是一款新的前方，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你们再往开车。中间很安全，你后面碰撞啊，交通事故啊，它都会很安全保护。啊，对对，一类一类的改进过来。最早的建筑是哪一年？我们当时是2005。我们后方所采用的是高度集成化电气动系统，它将我们的电机、电控、电源功能集成化，百公里加速最快仅需2.9秒，全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超过1000公里。前方所向您展示的底盘，其实就是我们搭载在海豹车身上的新能源。充电是多少？它充电5分钟就是120公里。进来一点。
干，那个解说员真的是，真的是打。我觉得三年左右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很好奇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追上，还是永远追不上。就我们的技术会也在不断的累积迭代与周期，我们是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比亚迪你要有这个自信心永远追不上。现在第二名是哪个？销量，销量，现在还是特斯拉，美国的特斯拉，下个点，提前去下个点。我们这边所看到是我们 DMP 的这个牌，第二个是好，好，好。马六甲海峡，油也。
占了70%多，所以买的时候电不怎么少，电还是像我们鼓励是用电，所以我们用电动车又环保又省钱，而且是体验好。所以大家现在看的话，早期的国家过不去。首先，视频中正在播报的就是昨晚马先生率领学子们在深圳人才公园所观看我们无人机的表演。它可以实现我们的多屏互动。我们最新款的2024款的腾势P9，它可以做到9屏互联。第二大功能，它可以做到一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它可以实现自动泊车、自动跟车以及全影像。它相当于您的陪驾教练一样，它可以时刻关注到您的行驶过程。昨天晚上的你的镜头哦，哎，所观看的无人机表演，这么大的国内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这国内的话，我们目前是在新能源汽车遥遥领先，我是第一名。对，国际呢？国际我们在销量上也是目前也是遥遥领先。生产的电动车，你的第二名是谁？特斯拉的，哦，就特斯拉，对，销量就现在目前能竞争的这种技术层面啊，这个市场层面能竞争的主要还是特斯拉，还是特斯拉，因为其他的销量都是我们的什么车？靠我们车。100台车里面有18台是电动车，有可能两三个月内又超过50%，就100台里面有50台是电动车，一半一半。那未来两三年大概我们预判大概两三年是80%左右，就渗透率啊，就电动车的占有率的要新车每年的要到那个。就从保护环境来说，现在我们的政策也是。没有在看直播吗？民众使用非常重要。现在讯号怎么样？鼓励政策包括啥？直播的讯号，包括我们在社区
现在呢？健身、充电桩这边，这都是政府。还有公路费，还有过路费啊，是吧？燃烧费，包括包括有的城市有这个路权，路权，包括车号，它都是可以。你像北京这个三环内的，还有这个不拉稀。只能电动车才能鼓励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会有那个或是顿顿的。其中环保，所以说这两这几年这个画质发展很快，是的。我跟你讲，你如果等一下看，如果你觉得有顿的，或是觉得有停顿的话，你打给我一下。好 ，OK， 拜拜。嗯。前锋所展示的是我们的需要。前锋，现在顶顶的停车间这个，小心，哎，你看电线这个电车，很快就一半。后面小心，左后。不要打，就最近几个月我被打到一半，就几个月了。哎，对，它每个月都在增长，这个势道很猛啊，势道非常猛。前方所看到是上午车的全车足迹，截止到目前，吉安的全电动商用车的话已经超过了8.5万辆，足足遍布全球6大中的45个国家和城市。伦敦那个双轮巴士，红色那个巴士啊，红灯啊，就是我们说的伦敦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巴士。您上方所看到的是在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民间理事访问期间所亲自检阅过的一辆纯电通勤大巴，目前已经是伦敦红。2015年。日本京都，日本也有很多东西。前方您所看到的是易资邦的概念车，在去年的广汽车上就是中国的了。这辆车后头的，这辆到了660万个充电桩，基础设施配套，所以别的地方它没有这个配套。多少？660万，全大陆。哎，深圳是不是深圳？还不够，还在建。深圳这种，深圳已经比较普及，还在建。你比如说过年大家开车回家，路上的过去的加油站线都配了充电桩，它方便。老的，在我们国家是充电桩相对的，充电跟新车。
是每年都增长的，我觉得现在放在怎样？怎样？走过来看是不是？我卡这样，就我看过去，看过去的。可以，那我正确这个位置，因为你比较好拿，我这比较重，你可以，你可以。你们开的时候，中间这三块玻璃不要打，来，好好，往中间三块玻璃两边侧。来，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再往后侧。中间三块玻璃亮出来。好，往中间三块侧。里面有热量，里面会炸的，里面会炸到什么？那再过去一点，过去一点。先外面，先外面，先外面，先外面。那来宾在这里吗？来宾在这里，来宾在这里吧。我们赶紧站好，在线外面。这边呢，出场过来这条线后。OK， 这条线后啊，你们随便排。好，谢谢。这条线后都说了。这条线后。会看到两种结果。那我们正式实验马上开始了，需要各位媒体，我们站在黄线以外的位置去观看，谢谢。我们要站在黄线以外的位置去观看，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即将首先所看到是三元锂电池的针刺画面。这个会爆炸。被针刺以后，它会发生剧烈的鼓包以及冒烟。我们要知道，一辆电动车它不只装这样一块的电池，它需要100来个的电池组成电池包。如果同时发生爆炸，它对我们安全性可想而知。接下来即将所向您展示的是比亚迪刀片电池的针刺画面。等一下，这个一边试的没有。您可以看到，比亚迪刀片电池被针刺完毕了，它是一种纹丝。状态，刀片电池被针刺以后，它不会发生任何的。就这个三元锂这个技术，第一块的这个。是这个。
目前比亚迪全系全上所搭载的都是高端。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讲那个电动车最大的一定要豪华，就是安全嘛，第一位，这人命关天的，你安全解决不了，一切都没有用，做的再好都没用，是吧？所以我们的电池就把安全做到第一位。目前我们的高端电池，无论是在乘用车、商用车以及储能，都有大的高端电池。比亚迪也一直崇尚安全是电动车最大的豪华。感谢我们。现在只有我，总共也就只有我们家里的。只要你在屏幕里，别挡住屏幕，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就差这一步两步。行，别挡住屏幕。他怎么老是给挡住在马英九的前面呢？我看不到。走廊那里有点。谢谢你，到室外去。要开呀、啊。U8 是不是可以横着转向的？啊 ，U8 是可以横着。等下怎么弄？借用。小心。一姐过来，一姐，哎，你每次都往前走，哎，我们就是流氓啊，默默踢。在外面才2点多，没有啊？还要体验那啥？也是画面，你外面它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好。你是不能录面录啊吗？可以啊。啊，你都远景怎么用？没有啊，我有录面啊，而且我这边有一，是我有音奥啊。跟着宪哥有，跟着宪哥有画面。太阳在后面，跟着宪哥有吃有喝。待会我上车哦。你上吗？上车在后座拍哦。哎，好，好啊，宪哥，你等我们。说到做到哦。说到做到哦。一会儿五点把你摁住了。对，直接拍车底。那我就被关到乌鲁木齐，不知道哪个监狱都不知道。对。那我们去看完你。宪哥，谢喽。那边逆光啊，那边逆光，你好机智啊，这么早就拍下了。他干了20几年了，大哥，他会这样子没事啊，应该是最近。哎，你们往后这样在线上，他等一下要看那台车掉头，所以你们可能这边我站太后一点，对，这条线上我们往后一点，这样子大家都尽量进去点吧，尽量进去。你往前，我们就跟着往前。领导，因为那边背光啊，不好拍。是，往这边来一点吧，往这边来，不然我们也不想转一下，往里面转一下吧，这边没位置。1、2、3 ，OK 的。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往里面去一点。咱们往里面串一下，往里面串一下，往里面串一下。粉丝不多。是要在这里看他展示，是不是？他站上面。哦。他不上。就是看这个车在展示。对，他不上，他在上面上。他等下会怎么动啊？原地转圈。原地转圈。所以那车轮会横着，是不是？他就是这样转圈。他原地转圈。原地转圈。你们原地转圈的时候往后推一点，我们在这边后面才拍得到了啊。哥，你不会一直站这儿吧？我肯定让了。啊，你刚说什么？他
是不是有问那个比亚迪最早的出口是哪一年吗？嗯，对吧？抱歉。啊，我听见吗？我压根都听不见。我今天就这个问题很多。对，最早像问题宝宝一样。然后还有什么？对，还有什么来着？当初想要吸取经验，给台湾跟纳智捷、跟纳智捷说一下。可是那边背光啊，所以拍不好看。都黑的，不然因为你不是拍这，你是拍这，这也刺眼。我这个感光可以，那你可以。待会一人领一台 U 八哦，牌子 U 八牌子而已，感受一下是吧？开回去，等下去中山就坐 U 八了。他可以在水里面开了吗？哦，真的哦，他能涉水。哎，来来来，准备来了。你高一点，我低一点，这样。行，这样。我也是，然后越走越前面，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让大家都拍得到，都不动，然后控制就好了。反正等一下会站在阶梯，我们都是同样一个赛事。像我这个价格，最好的不可能下一个价格，不能乱嘛。可以，就是啊，两边都可以的，你们自由选择，那边也可以。我那边可能会逆光，对，当时考虑的时候会逆光，你们大家现在没有光线，但是站定了之后，大家你不要再走动了，好吧？各位不要乱，因为我们都在线后，你们自己找位置。哦，不要站的支撑拉的，大姐头，再稍微等一下，他们需要用一个洗手间。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你们在怀疑为什么很久不出来，他们就是集体去洗手间。好的，好吧。送完礼物就是工具吗？对啊，有礼物。有礼物。啥都没有，大姐头啥都没有。对，那个路上可能会比较久，所以你们要不要？哦，那我们结束以后也没机会啊，看起来也。结束以后我们要赶紧直接就往这边，我们要轮流，时间非常短啊。我无所谓。结束以后时间非常短啊。好的，我们要跟车队。预发是我的了。跟车队的话没有酒开单，我们就赶不上了，赶不上了。嗯。你们结束赶紧上车。对，结束以后要赶紧上车。我们 A 组的啊。A 组在结束以后要赶紧上车。对啊 ，C 组也要赶紧上车。主要是跟 A 组。嗨，更重要的是，对，就是我们 A 组的。A 组的老大。等下下下那场。就是 A 组的，你们就原地在这里。看情况吧，看情况。看情况，到时候看情况。我行了，听孙处的。好。那你们一定要给我面子。必须的。听大姐的。这都很乖。主要是陈菊真的也还蛮体谅大家。是，真的。酸了。如果说我们从一开始合作都非常好的话，他觉得这些组织也 OK， 所以我们就会一路这样合作下去。如果太近或者我们说往后退，咱们会有一些推搡的话呢，后面他们会觉得说，那我们还是压缩。明白。好 ，OK。全力配合，全力。对对，为后面。准备要来了，来了，准备要来了，佩宇，可以往前捅哦。那个是随行的摄影大哥是吗？他那位真好，那灰色西装那个。那个灰色的。灰色怎么样？
那离开一下，那个灰色的可以借过一下吗？对，叫他往右边。对对，请对往右边，因为他逆光。加去另外一边吧。对，加到另外一边，说那边好。他里面没有 S， 他没有 S， 就说的好。那边没有人跟你抢。对啊。怎么会夜呢？但是这两个是台湾的，跟着这两个，这两个是我们自己的，这是台湾的。你看他会在中间在这儿看一下这些车的停车，对，你们到时候就在这个区域先拍，然后他下来。用我们一个小型的台阶。来到马来到。但是可以的，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拍。马来到前面人都挡。来。各位宾客，我们这边请。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欣赏我们仰望 U8 的性能展示。大家到线后暂时了。啊，谢贺啊！仰望 U8， 请开始你的表演。哎，你们那边稍后一点，不然拍不到 U8。等他们下来，先别急。那我先在下面等，你们从这边下去。谢谢。后面五号车。